小姐，这杯多少钱？嗯，这本我们不卖。这些多少钱？这些是我们新进的限量版，价值差不多10万元。那你觉得世界上只有一个你，这样值多少？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是……妈，有变态！变态在哪里？烂透了，虽然有点风格，啊，不过吼，看起来像都是变态啊。谢谢哦。要不然你们说说看，我要怎么表现这主题嘛？我觉得应该要。虽然你说你知道，但是你其实并不了解。知道跟了解是有一段距离的，所以不管刮风或下雨，我一定要让你了解，其实我们人生可以不一样。所以我觉得你就再也不要来烦我了，不然我就再见，不见。搞那么多花招，结果到底怎么样了？看他的表情，想也知道怎么样。看来，只有我亲自出马了。大哥，他真的，真的，你呢？大哥，你觉得如何？
大哥。大哥。我觉得。